就是我觉得你们最后一首比你们前面几首好看哎、欸，怎么会这问题？好，来先帮我介绍一下，可以再给我一个麦克风吗？我需要再一个麦克风。好，我从第一个麦克风先进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浮沉热舞109 On Routine。耶、yeah ！我是副社倩玉。我是公关陈琳。耶、yeah ，陈琳。我是教旋兼文宣啪啪。什么什么？你刚讲，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同学听不到。教学兼文宣啪啪。哦，啪啪。好，来下一位。设备品程。什么啦？怎样？设备品程。设备什么？品程。哦，品程。OK， 来下一位。我是总务新宇。新宇。我是社长佩珍。佩珍，很好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一个小小的，就是回忆一下小时候都有看过哆啦 A 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现在要讲出你们每一个人想要的道具是什么？好，来，从你开始。你最想要什么道具？还有原因哦。任意门。好，原因是什么？啊，后面不可以撞到哦，后面不能撞到一样东西。他已经讲任意门了，我们慢慢好，慢慢想。好，为什么想要任意门？因为想要偷看别人洗澡。好，没有。好。哦，好像那个比较有记忆这个。比较就是只记得这个。比较你只记得这个，所以你拿任意门，你也没有要用它的意思。有，所以你想就是去，可以很快到一个地方。哪里？你想到哪里？到家。好，谢谢下一位。好来。时光机吧。你为什么想要时光机？因为。你麦好好拿好。好。因为。为什么想要时光机？你现在觉得自己很老？对。好，然后还有。我不想长大。不想长大，来个掌声，你应该不想长大吧？好，来下一位。缩小灯，为什么？因为想要的东西变少，都带回家就好。聪明啊，拍手！你们现在是拍手的观众功能。好来，那个记忆吐司。记忆吐司为什么？好吃又好用。好吃又好用，吐司最好用。对对对，现在高三生很需要，谢谢。那个翻译举弱。翻译举弱为什么？这样就那个、啊。你想要交外国男朋友？来。这样子就看不懂的，像数学看不懂，吃了就看得懂，就是数学跟语言全部都可以。别国的东西看不懂就贴上去，然后吃掉。对对对，不懂的都会懂。啊、哦，很棒哎、嗯，这个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哦。来下一位，我想要竹蜻蜓。你想要竹蜻蜓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现在有飞机吗？现在还有直升机，好的。因为可以不用走路。可以不用走路，那你知道有滑板车吗？你这道具真的很棒，观众给他一个掌声，耶、yeah ！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次掌声我们的，给我们的服务生录109。